我们今年已经是第49届会员联展，我们这次展出的是有国画，还有西画，有胶彩、油画、琉璃、书法，每一个老师都是学有专精的。这幅画是《绝丽忘忧》，这一次是古画，因为古画的话，它原则上斧皮皴跟铁线钩非常多，它比较刚硬。我以前跟吕佛庭老师有学过这样的笔法，但是所以我们后来又到台北去学，所以我们就加了一些南中的画法，南中的笔法的话都比较柔和，所以这一幅画里面通通都加在里面。Thank you.
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有莲花，莲花有白鹤、孔雀、鹦鹉，它们都是吉祥，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，所以我就画了莲花，配合了白鹤，但是呢，又要有那个相思鸟，它又很漂亮，所以我画了一对，又画了一对四，画了一张四十雀，它可以飞翔，我每一个姿势都不一样，然后又画了白绶带、蓝雀，还有一个小黄鹂鸟、小黄莺鸟，它们的姿态都不一样，就是代表一种安和的图。全部是用工笔纸本那个亚克力的颜料，哎呀啊，想法就是说把图案也呈现进去啊，那个画
画廊的感觉，就是在展览作品的感觉有呈现进去，它美丽的花卉，现代人跟古代人的交汇。